张六爷同新宁伤势咁重，就连铁衣恐怕亦未能完全康复，点可以走呢？无论如何，仲系要，仲系要，国庸，国庸，你点啊？国庸。看來他憂急攻心，牽動了他隱伏的內傷，現在發作了。國庸，我不理你心裡在想什麼，我都要跟你做一個決定。什麼決定？暫時不要理翁太北的事，你一定要平靜下來，等金書卿為你把脈診察，查出病源，立刻醫治。就在現在？彩玉說得沒錯，你的內傷其實不輕，如果不追本查源，著手治療，恐怕會出大問題。我都同意，国勇，你系长风标嗰个栋梁，第二个可以跌低，你绝对唔可以。如果唔系，大局不堪设想。少少事都出错。你梗系养尊处优惯咗啦，越嚟越侮辱。胡大人，当时根本冇谂到程铁衣会突然出现嘅。大人，有一个翻嚟，至少可以清楚长风镖局目前嘅情况啊。讲啦，长风镖局目前嘅情况点？情况非常之唔好啊！唔好到咩程度？伤到同身力都重伤在身。程铁衣虽然可以作战，但系内伤并未痊愈。甚至连国玉恐怕也有暗伤。国玉都受了伤？是啊，是他们闲谈之间无意中泄露的。大人，照这样看，长风镖局目前已经是强弩之末，不堪一击了。但是什么？胡大人，在他们队伍之中又多了一个没受伤的高手。他是谁来？霹雳飞刀风平，风平，他居然插手这件事啊！冇可能嘅，听讲为咗胭脂，郭旭同风平已经反咗面。你肯定？系佢哋亲口讲嘅。当时亦唔知熟牙喺出边偷听，应该冇假嘅。如果系咁。长风镖局仲未系强弩之末，不堪一击。为谁嘅意思系？暂时唔好理国玉、程铁衣嘅伤势仲打唔打得，单单一个风平都咁棘手啦。再加上梅家庄嘅梅退志同埋佢嘅家人，亦都唔会就手。我哋嘅人马。看來似乎是人多勢眾，但是真正的高手就沒有。這次的行動還是以從長計議，先謀定而後動才行。是。風平，我以为你不再跟我见面。只要真是朋友，就迟早都会见面。你受了伤，你有没有听说过一个人的名字叫冷一夫？听说过，但未见过。20年前就已经名震江湖，堪称当世第一高手。那比起天幽帮帮主司马萧又怎样？我未曾同佢交过手，冇得比。不过我谂冷一夫应该喺司马萧之上。咁就太可怕，合你我之力都未必系司马萧嘅对手。再加个冷一夫嘅话，恐怕长风镖局好大机会会俾人拆招牌。我而家反而唔担心呢一点，反正见步行步。我啊只系想问下你。胭脂，佢家同司马萧一齐，点会咁？
点解唔会啊？我为胭脂同佢打赌，结果我输咗，赵元赌服输。江湖传言佢系断袖，而胭脂嘅歌声，我反而唔担心。听铁衣讲，喺树林同锦衣卫一战，好彩得利。以我哋两个人嘅关系，呢事唔使讲啦。呢一次你会留几耐？我有个预感，胭脂同司马萧一定会嚟。虽然佢有断袖之癖，但系文武双修，冇可能听到翡翠娃娃呢样嘢，佢会唔嚟？冇错，到嗰阵你会同胭脂重逢，或者一切都唔同晒。有咩唔同？胭脂亲口同我讲，佢打算下半世，我应承过佢，唔将佢嘅嘢讲俾你听，对唔住啊。总之你哋重逢之后，好好珍惜。系咁多年嚟，我几时唔珍惜佢啊？我哋休息啦。等你体内嘅毒素排清之后，或者我应该教你一啲武功。你教我武功？有咩唔得啊？我唯一嘅徒弟慕容白已经死咗。我再收一个亦都无妨啊！我真系唔做你嘅徒弟，做我嘅徒弟有咩唔好啊？我睇罢呢一世，咪使至离开你。你谂得太长远啦！再讲啊，你除咗天一神功之外，其他嘅本事亦未必高得过我。你敢唔敢试下？有咩我唔敢试？好。等你排清啲毒之后，我就俾你好好见识下。青城八子交呢枚铁蛋俾你嗰阵，乜嘢说话都冇交代。据郭旭话我听，当时佢身中奇毒，但系就咩都冇讲，只系要求送翻去青城派。但系喺废墟嗰阵，青城派掌门就睇都唔睇下。呢件咁嘅嘢，我已经研究咗一段时间，但系始终都揾唔到佢奥妙所在。
等家父翻嚟，我哋当面请教佢老人家。唔使请教。个鼠辈就想阻拦老夫，我系边个？你唔会问。阁下戴住人皮面具，睇嚟就系郭旭所讲嘅蓝一夫。哼，系又点啊？你哋几个鼠辈边度识得呢枚铁蛋？唔通你知道？当然知道。你哋话俾郭旭听，呢枚铁蛋我攞走。假如到咗出神入化嘅地步，蔡勇，以你嘅渊博，知唔知呢个人嘅来历啊？呢个问题真系考起我。郭旭讲得冇错，佢嘅武功的确喺司马萧之上。睇嚟，长风镖局又多咗个可怕嘅敌人。但有样嘢我唔明嘅，唔明乜嘢？佢点解要攞嗰枚铁蛋呢？佢嘅武功可以讲已经系世上绝无仅有，可以喺江湖任意中横，仲要嗰枚铁蛋嚟做乜嘢呢？睇嚟呢个问题只有问佢自己。左宗拜见帮主。有事啊？是有关翡翠娃娃的事。目前的情况究竟怎样？禀帮主，九成九可以确定长风镖局所保的就是翡翠娃娃。这一层我都相信。江湖上还有没有其他事呢？想劫翡翠娃娃的人已经陆续现身，甚至可以说如火如荼。据报少林寺藏经阁长老摆下阵式唐王夺镖，却铩羽而归。青城派掌门亲率六大弟子，亦差啲全军覆没。锦衣卫指挥使雍太北更亲自领军，带大批锦衣卫紧追不舍。照咁讲，长风镖局嘅实力一啲都唔可以睇小。虽然系咁，不过只要帮主亲自出马，就一定可以手到擒来嘅。关于翡翠娃娃嘅事。我原本是讲过，对佢兴趣不是那么大嘅。不过，既然你再三提议，我亦都改变主意。我嘅天佑神功固然是武林一绝，如果再有翡翠娃娃嚟到参考辅助，应该可以更上一层楼嘅。帮主明鉴，属下正是呢个意思。左聪，你认为而家应该是我哋出动嘅时候咩？属下认为时机已经成熟了。唐门同华山派联手，却死伤惨重。少林青城相继败走，锦衣卫苦苦追夺。如果落入官府之手，将来一定更加棘手嘅。呢一层的确系不可不虑。系，恳请帮主三思。咁样啦，你先召集帮中各大护法同堂主，全部召集待命。听日之前，我会作最后决定。系，属下遵命。呢招叫做天机一现，是非常之实用的救命绝招，往往在危急的时候能够化险为夷。
你愿意学吗？你个血印神掌根基唔错，我而家打通你嘅任督二脉，增加你嘅功力。你而家试下。我的伤已经好翻啦，高庸。回家嘅医术果然名不虚传，只系两日药啫，我已经完全康复啦。高庸，你唔好夹硬嚟啊，身体唔儿戏得噶。当然唔系儿戏啦，我自己知自己事。头先我都有去睇过六爷同新利，佢哋大致都复原啦，要赶路应该唔系问题。赶唔赶路仲系其次。有件事你一定要知嘅。咩事？青城八子托付俾你嗰枚铁蛋，俾冷一夫劫走咗。俾冷一夫劫走咗？佢要铁蛋做咩咧？呢个问题，除咗佢本人，根本冇人明白。我明啦，嗰枚铁蛋可能就系第十三尊翡翠娃娃。何以见得？冷一夫曾经逼问过我，佢问我呢趟镖补咗几多尊翡翠娃娃，我话十二尊，佢偏偏话十三尊，甚至仲点咗我穴道，搜我全身。唔通就系？为了那第十三尊，但是那一枚只是精钢铸成的铁蛋，或者第十三尊翡翠娃娃就是藏在铁蛋内，大有可能。如果真是这样，又是一件轰动武林的大事。现在不是讨论第十三尊的时候，而且长风镖局所保的红货即是十二尊翡翠娃娃，眼前的问题是如何安全送到云五手中。翠玉讲得啱，我哋唔可以喺梅家庄耽误太耐，一定要尽快起程赶去云家。唉，翁太伯带住大批锦衣卫守住梅家庄外，如果硬闯出去，又系一场血战嘅。哦，呢层唔成问题，只要各位伤势无碍就可以起程噶啦。梅家庄后边有条秘道可以出去嘅，锦衣卫唔会发现嘅咩？放心，如果冇人带路，连揾都揾唔到。既然如此，我哋倒不如趁翁太伯未闯梅家庄之前，及早动身啦。好为好，但系万一翁太伯闯到入嚟，发现我哋全部走晒，佢咪迁怒于梅家庄？我自有办法应付，请你各位安心上路啦。玉书啊，你仲记唔记得我哋庄后边嗰条秘密通道？好，咁你带佢哋出去啦。系。好啦，各位，请你尽快收拾，准备上路啦。好，既然系咁，我亦都唔客气啦，大恩不言谢。请梅兄代我同梅世伯致意。嗯，铁儿，麻烦你入去通知大家准备上路。好。嗯。喂，谁？梅家庄有人毫无阻拦。恐防其中有诈，咁大个梅家庄，居然连半个人影都唔见，其中一定有古怪。喂，谁？
只有两个可能，一是故弄玄虚，二是全部匿埋晒。长风镖局带队人马怎样匿啊？我睇一定有阴谋诡计，都是小心啲好。系。你是乜嘢人？梅家庄庄主梅退之的长子梅金书。你是残废的咩？当然不是。既然不是，点解坐住呢部咁古怪的车？唔通锦衣卫连人点样行路、点样坐车都要管埋？我只是问你，光玉同长风镖局的大队人马喺边度嚟？已经走咗。走咗？咁系几时走？今日凌晨。大胆！你敢喺翁大人面前讲大话？锦衣卫前前后后监视梅家庄，长风镖局大队人马如果离开，冇可能无声无息。说话我已经讲咗，信唔信就由得你啦。喂，谁？长风镖局嘅人系咪走咗？只要一搜就知啦。冇错，搜系。咪住！做咩啊？你想讲老实说话系咪啊？你哋凭咩无缘无故搜查民居，骚扰百姓？笑话！锦衣卫奉旨扮差，阴命在身，点叫做无缘无故搜查民居？翁大人。梅家的衣术天下闻名，救人无数。梅家庄更是隐于江湖，武林中不论黑白两道，来到这里无不敬仰三分。翁大人官职在身，唔通反而不如江湖绿林，竟然要在这里做出失礼的行为咩？梅家庄的名声本座听过，如果肯交翻长风镖局的人出来嘅，本座绝对不会为难梅家庄。梅家庄如果执迷不悟，得罪咗锦衣卫，亦都冇咩好处。翁大人，梅家庄人可以死，庄可以毁，但系就唔可以任由锦衣卫喺呢度横冲直撞，搜查到天翻地覆，否则传咗出去，梅家庄颜面可存。喂，谁？佢分明系有意拖延时间，何必同佢多费唇舌呢？冇错，即刻搜。系。梅家庄就算隐于江湖，对本座都一文不值。守中，系。回帮主，姑奶奶正喺房入边午睡啊。咁好，我入去睇下佢。你哋要细声啲，嘈醒佢啊。系。是我。你为什么鬼鬼祟祟地入来？你为什么摸我？看看你这么小事就发脾气。我不嬲就假了，我跟你说过几多次，我们之间可以是朋友，但你只可以是正常的普通的朋友。你怎么可以对我有这种暧昧的举动呢？我哪里有暧昧？
我只不过见到你满头秀发，又黑又亮又柔顺，忍唔住摸下啫。咁就值得你发咁大脾气咩？唔理我嘅头发有几黑几亮，系我自己嘅事。边个想摸我嘅头发？至少应该系我心目中喜欢嘅男人。多年嚟，系，咁入嚟啦。胭脂姑娘，你哋既然有紧要事倾，我出去先，你留低。天一帮对你嚟讲，并冇任何秘密。你讲。禀帮主，属下啱啱收到飞鸽传书，雍太伯已经率领锦衣卫包围住梅家庄，长风镖局好多人受咗伤，只怕翡翠娃娃会落入锦衣卫嘅手。长风镖局好多人受伤，左总护法，唔通连郭旭都受咗伤？详细嘅情况我都唔系好清楚，属下正要请示帮主，天佑帮系咪亦都要行动呢？各大护法同堂主都召集妥当未？各人齐集待命，只等帮主一声令下。咁就准备出发啦。系，属下立即传令落去。你想去劫长风镖局嘅镖？又唔好讲得咁难听，我只不过系喺长风镖局嘅手中将翡翠娃娃攞过嚟啫。咁同劫镖有咩唔同啊？咁就要睇下你点理解啦。等阵啊！仲有咩同我讲？郭旭系我嘅朋友。我知道啊。唔通我就唔系你朋友咩？唔同噶，有咩嘢唔同啊？你自己应该明白有咩唔同啊？我只系明白一样嘢，郭旭系你嘅朋友，但系佢对你唔系咁好啫。佢成日都避开你，我亦都系你朋友，我反而对你真心相待，而且处处维护你。呢两种朋友，你拣边种？你唔使咁为难，你嘅心思我比边个都清楚。睇在你呢份痴情，我答应你一件事。你可以答应我乜嘢？我唔伤害郭旭。冇可能。点解会冇可能？你要去劫翡翠娃娃，郭旭一定唔肯。你哋一定会大打出手，一旦出手，你点会唔伤害佢啊？你对佢嘅痴情真系令人感动。咁样啦，我应承你，就算系打，我都会手下留情，咁得啦啩？我跟埋你一齐去。仲系唔放心？好，我就带你一齐去。
铁蛋啊铁蛋，你究竟有何奥妙之处？老夫自从廿多年前修炼翡翠娃娃嘅绝世武功，不慎走火入魔而嚟，一直苦不堪言。老夫嘅情况系越嚟越弊，亦越嚟越险。你如果真系有第十三尊，你一定要帮老夫渡过难关。啱，玉雪兄，点解又唔行啊？耳仔唔啱，咩唔啱啊？系咪行错路啊？唔啱啊，耳仔唔啱啊！咩耳仔唔啱？话咗耳仔唔啱就唔啱啦。咩唔啱啫？你讲啊！我用啱啊！发生咩事啊？我都唔明佢讲乜嘢。耳仔唔啱啊！唔啱，耳仔做咩唔啱啊？咩唔啱啊？耳仔唔啱啊！玉雪。玉师兄，你唔使惊，佢一定会害你噶。佢系个病人，唔可以用常理嚟对待佢。越急，佢就越惊。不如咁啦，你哋行开先，我嚟问佢。玉师兄，你话耳仔唔啱，系咪我哋当中有人耳仔唔啱啊？咁即系话，局外人之中有人耳仔唔啱。是不是突然间想起什么？怎样？你还记不记得？我不记得了，我不记得了。那个人是不是关系着一件很重大的事？国玉，阿哥，你们应该记得二十年前发生过一件事。20年前，三位老人家惨死，梅玉书是唯一在场而侥幸生存下来的人，这件事对他刺激太大，因而得了这个病。没错，这20年来，这个病莫名其妙地折磨着他，每当他想起这件事，就会受到很大的刺激。我想很快就有事发生，所以掀起他某些记忆，这件事我看会很严重。你的推断应该没错，不过咁亦都系一个最好嘅机会，可以问出当年出事嘅经过同凶手究竟系边个。唔得，呢件事唔急得噶。如果我哋一急一追问佢，话唔定连呢啲珍贵线索都会唔记得。咁你话应该点办？等我嚟处理。刘师兄，我有个建议，唔知你同唔同意呢？不如咁啦。你跟埋我哋一齐去云家庄，而家乜嘢都唔好谂，亦都唔使急。如果喺路上你谂起啲乜嘢嘅，就话俾我哋听。如果谂唔到嘅，亦都唔使勉强。你认为点啊？
大家睇下，我哋已经到咗云家庄嘅地界啦。佢哋云家庄仲有几远到咧？唔使一炷香嘅时间。咁好啊，我哋一直去到云家庄先休息啦。五少爷，对唔住啊，我要打断你诵经。咩事？长风镖局嘅人嚟咗，快啲去迎接。